维新圣教一心大学第21届，所有贤士同修，请大家合掌恭念开经偈：易经心法妙难闻，易经心法妙难闻，百千万劫今重现，百千万劫今重现，我今勤习诸妙法，我今勤习诸妙法，愿此功德皆回向，愿此功德。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，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。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第20集，各位十方善知识啊，今天晚上我们上课啊，就在高雄道场上课啊。上一个礼拜呢，我们在芦洲道场上课啊，关于我们易经的法门，世间有好多好多的法门，但是都不离一个真理，都是一。所以王禅老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因缘，给我们去悟。常常很多事情太过分了也不行，不够也不行啊。上个礼拜我们上课了啊，太多了爱谢啊，有如一些小朋友过动儿，小朋友伊的体力特别的好，蹦蹦跳跳，但是过动儿这个孩子有好几种的因素。有的呢，第一有亲人医护灵，在身上啊，亲人幽灵在身上的时候你怎么办？大部分会依附在身上的亲人呢，第一啊，一个多绑，导黄多绑哎啊，第二要往儿女啊，第三呢他是外灵，啊，外灵啊，所以有第四的体质啊，体质上的过旺，啊，这些就是说太旺了，你就要泄，爱想，那怎么泄？啊，那想，啊，比如说有多帮宫导黄的泄，怎么要泄？就是超度。华辉超度，在十几年前，在草屯有一位太太带着她的儿子到仙佛寺来，哦，蹦蹦跳跳，啊，伊讲师傅啊，我到阮的这囝吼，从早上就一直动，一直动，一直动，动动动动到晚上要睡觉才停下来。啊，他有时候回去
啊，他就把桌上的祖先神明呢签了一份我号，他就到上面坐的，直接免定。奇怪，爸爸妈妈回来了，怎么看到狗嘛神明弄的我号庭院，结果进去了他就坐在上面了。哦，不知道被安装被他怕麻痹，安装都不行，就来问我，哇，你们那有导皇宫没入，多半宫没入，狗妈拜，来你去拜。那导皇是谁？结果就是你那的爸爸的阿兄，啊，这你那阿伯呢？小时候。出生出来两三岁啊，啊，这出去被车子撞死了，啊，撞死了。我们乡下人都不懂得宗教的仪式嘛，啊，就把他拿去葬掉了，就算了。啊，等到时间一年到了。他没有位置可以啊安魂立魄，所以就会依附在婴儿身上过冬儿。啊，我问这一位太太公啊，你属于大伯，小时候是不是也是过冬？啊，这孩子的爸来说，对的，他的伯伯听说的，小时候很调皮，爬高爬低的，别管别给的，到处这撞，到处跑，结果出去被车子撞死了，过冬，他的魂还没有安，没有人跟他安，没有人给他过房，所以他就很紧张。啊，就依附在孩子身上，侄子孙子的身上，啊，就开始啊这一些让你的伤透脑筋的过动的行为。啊，那怎么办？那时候刚好我们仙佛寺在举办第二年的水陆法会，我告诉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呢，说再过几个月就要水陆法会了，你回去了，你要在公妈那里烧香，求公妈，啊，告诉公妈这多半的啊，多半公的，啊，我已经要给你设年位超度啊，啊，然后呢，超度完毕之后，会把你列入啊祖先的。牌位之中可以祭拜。我说你每天早上晚上一定要烧香讲，那回去了就按照所开示的讲。过了一个多礼拜后，孩子早上一大早他就跟说，爸爸妈妈，我要去上学了，老师在学校等我了，就很乖乖的书包背着就去上学了。等到我们水陆法会的时候，帮他超度药王儿，啊，用孩子的爸爸妈妈一起给他超度之后，这个孩子就好了，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所以这是过冬儿，我们在宗教方面就是有多半功，没有，我们没有供奉在祖先，啊，这个我们社会上凡是有过冬儿的问题啊，我们不得不啊详细的一一来查，然后给导皇的导皇宫有一个安魂立魄啊。本节目由。
各位唯心贤士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世间我们不懂的事情多得不得了耶。啊，不是说哇，我读了很多书，啊，你就知一切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所读的书是一部分而已。啊，所以我们唯心圣教的法门是圆满的法门，啊，包容一切法。啊，关于过动耳，啊，又有一个例子。啊，有一位小朋友，差不多4-5岁了，他过动到房子也爬上去，厝尾顶嘛爬起哩，啊，过动到树仔顶拢爬树仔去哩，爬着树爬高爬低，吓死人呢！他还在那边喊，啊，有一天就带到宣武室来，哈哈，我看到一下子。这个孩子的脸就高山那边呐、啊，猴子脸。哦，那等一下嘞，哎呀，我们加持智慧还没到，在我们大殿呢，关关格格的背，啊，在外面树上伊玛去的背啦，爬啦，我们松树上他也在爬。哇，得告诉我们师兄，赶快把那孩子带过来。这个孩子已经有。依附着猴子高山的灵，高山的灵，啊，这个孩子看来不像是不像过动儿，那我就注意一下，就问他孩子的爸爸妈妈呢？啊，您厝的人有在饲狗不？啊，你家里有没有在抓猴子？哦，有啦，他的阿公爷爷，他在拢专门在抓狗啦，啊，专门在抬狗啦，啊，专门在登狗啦，啊，从山上去打那个猴子回来杀啦，那就是怨灵啊啦，啊，怨灵依附在他这个最宝贝的长孙的身躯顶，像告诉他别管别给，别管别给啦。那就是依附灵，就是变成过动儿嘛。哦，那时候呢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个孩子的爸爸呢，这又不是我，这是祖德流芳，啊，这祖先留下来的积阴德，积下来的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事情还是要解决啊。啊，就求老祖啊，啊，王禅老祖慈悲开示怎么办？啊，第一要去放生，啊，你要找佛寺，啊，再放生去买一些猴子被笼子被关起来了，找他们去找佛教界的大佬们为他皈依，啊，为他。来放生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们有法会的时候，啊，你爱超度过去，啊，他的祖先在过去所杀的猴灵、怨灵、冤亲债主，一定爱超度。那么你们。住家附近有庙啊，在超度的时候一点一点超度猴子被杀死的怨灵啊，再来呢，你也要超度猴灵的时候，你要将你抓猴子杀猴子的祖先的单独为他设一个灵位啊，一起超度和猴子排在一起，啊，你要这样做，连续要做5年，因为业障太重了，所以这位信徒，啊，他就
按照我跟他讲了，他们附近寺庙有在放生，他就去买一些猴子来放生，还有法会就去超度啊，祖先杀的猴子的怨灵啊，回去这么做，过了一年，孩子在带来开智慧的时候，孩子很正常，但是猴子脸的脸像影子还在。你说师父，我的这孩子这么乖了，我不是很乖，那一些猴子灵怨灵还没散，你还要超度五年啊。啊，所以啊，这一位就这样的来做来修行，就把孩子身上的医护灵啊，这个解除了，这叫做泄，泄把它过旺，泄要超度。好，泄为什么要泄？因为他身上有很多的啊，这个医护灵，所以孩子呢蹦蹦跳跳，灭仙呐。现在社会上有好多好多这些问题，不是只有我讲的这两位问题啊，还有一位也是孩子在国小也都是蹦蹦跳跳啊，这个孩子常常蹦蹦跳跳会在地上打滚，我就好像游泳打滚了呢。到仙佛寺来求加持啊，孩子啊，小孩子呢在我们大殿里面在那边滚哦，呼呼呼呼，就像蛇就抓啦。哇，这个一定是太拽啦！啊，太拽，过去生的共业啊，所以我跟这一位孩子的爸说：“你们这个有蛇灵依附在身上，在家里一天到晚在那边，他也不睡觉，晚上睡了。”就爬起来掉到床下，他还在那抓呢，按那锁啊呢，好像锁到头发的锁了，这很恐怖的事情了。你受怕有怕，受我没怕啦。哦，那怎么办？孩子一个方法，只有宗教有到解决了，你去找有修行的大师啊，他们可以为你来超度身上有蛇灵抓灵啊，我说你一定是前辈子也是在台爪啊，这位先生孩子的爸没有啦，他的爸爸小时候他住在乡下嘛，啊，看到大蟒蛇了都抓回来台嘛，啊，这抓汤足清的呀，就好吃的呀，哦，都麻的呀，到最后来蛇依附在身上，在他的孩子身上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平常要修行，多念佛，多念经啊，就是你不管有没有杀怎么样的，你就念经就对了，你多念经，你就可以解除预防防患于未然啊，这一点呢啊，即是宗教的最高境界啊，这泄这个身上的晦气啊，怨灵啊，只有诵经修行超度，阿弥陀佛，第二个办法。本段节目由欧亚家事部有限公司。心贤士同修，好，王禅老祖道教慈航
传的妙法太多，都是易经的法则。易经不是跟他抽零签卜下卦，易经就是对待，从不平安到平安，从平安到平安不平安，这都是有他的因缘果报啊。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告诉我们，你要消灾解厄，只有自己去修行啊，求人不如求己，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，自己修行。所以叫我们要诵经啊，依教奉行。那王禅老祖及龙天护法啊，就会帮我们卸掉、除去这些不必要的障碍、不必要的烦恼。啊，前几天我们一位师兄啊，他见到我，我说你脸色这么不好看，他说师父啊，我忏悔了，对不起啊。然后你又没有得罪我，干嘛对不起？那我一年多没有来上课了，我认为我们易经大学在上课，师父都常常没有来我们这边，只有在直播，所以我就没有上了。没有上了这一段时间呢，孩子车祸，老婆怪病，医不好，啊，他呢，胸口一直像什么东西绑掉了呀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又不敢回来。哇，我又没有，反正我在这里上课，你们在这里道堂，你们坐在教室，我又没有看到，只有你看到我啊。我又没有看到你，寒天饮冰冷暖自知啦，哎呦，自己修啦，啊，不是我上课上的快不快，不是讲一些啊江湖的术士的事情，而是我们修行防患于未然，啊，告诉我他师父，我晚上都做噩梦，都被鬼追呢。啊，你追到哪里？我都做梦，追，都跑去台中道堂躲起来了。一到台中道堂，老祖啊、大圣座前面呢，旁边躲起来，我就醒了。我说你是不是台中道堂办的？哦，是啊，我回来再读，哦，学会把它补满。啊，就认真在诵经。你诵经念经是让你除去自己的业障啊，自己的业力啊。啊，所能得到的是你自己的福报。啊，我只是把你引入我们修行，在你个人啊。所以我们诵经就是将我们的守护神都请下来，也将我们的祖灵也请下来，也将冤亲债主请来。啊，你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，就老祖来这里跟你做公亲，帮你化解冤仇，将你诵经的功德转施给他们。送鬼谷先师天罗经是要为大众来祈福消灾解厄的，那么你送这鬼谷先师天罗经，天公也来给你加持，好，给你束缚和你的处的人，好，一家能够比较平静，消灾解厄嘛，化解冤仇嘛，啊，所以你们要有智慧啊，赶快回来读啦。他说师父好了，下个礼拜我就会回到台中道场来读啊。我说你几班哦？哦，他也没有讲，
是不是二十一届了？他说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，那几届啊？所以各位同修啊，啊，我们是修行的道场，消灾解厄是自己的消灾解厄，自己诵经来祈福，啊，那也是能够卸掉我们的罪过，也能补我们的福报。好，那的不及则义之则利，不及则就是不够，我们福报不够的啊，这不及则福报不够的，我们义之则利，义呢我们要修行啊，要来补。怎么补？只有念经诵经，用佛法，用道法，用圣法来还灵魂界的债，啊，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啦，你放心啦，你拿钱去请人来跳咯，交病的啦，拿钱给你蹦蹦跳跳，跳跳跳，跳到最后死翘翘，没有用啦。所以老祖叫我们要自己修行，我们借咒一年，易经风水，不是只有我看什么方向。不是这么狭隘，而是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的法都是圆满的啦。那么身上一护灵造成过动耳，还有一个方式，家里有过动耳，你最好要卸掉你的一些钱财啊，你到寺庙去点光明灯，点油灯，那是在卸掉你的业力啊，卸掉你的业障。虽然是让你花一些钱，这些钱算不了什么啊，而是你自己的福报因缘啊。想到我们二界一位早期的师兄啊，他很喜欢玩股票嘛啊，读了几年后呢，有一天跟我申请学会，当时1000块钱申请学会要一半减免，一半我好啊也给你减免啦 啊过了半年多呢，又跟我减免250块啦，我好啊给你减免啦。好，一年后呢啊，又师傅我能不能减免都不要交好不好？我好啊。好，我说你了几百万呢啊，那师傅啊，我的股票更薄了更注意啦啊，输到无钱好来交学费啊，啊有钱好了几百万啦啊，无钱好拿学费一个月1000块啦。我说你占众生的便宜啊，占佛菩萨的便宜啊，把您祖公的面子吓了了去啊。哦，结果啊，到后来撒动人爸爸妈妈老的房子呢，弄个卖了了去啊啦。所以各位同修啊，啊，我们宗门不是要你们的钱，而是要你们自己好好修行，知己知彼，凡事皆沾，没有财你就不要玩股票啦。所以我说你把第一沾说要买股票好不好，结果拿出来他的案子一年多钱呢，风水换啦、啊、隔河望金啦、啊、哎呦，我可能早就跟你说不用算这，你都不相信，到底要怎样来呢？哎呀，再三了了呀，所以先知己百战百胜，绝对不会后悔啊。各位唯心贤士，各位十方善知识、啊、人的过动耳，
除了伊护林以外，就是有妖王，妖王儿女，妖王儿，在这么多年来，啊，常常遇到过动儿来找老祖叔孙，我都问他说有没有多帮工。啊，有的有，你去超度多帮工，度导航工，念经来回向给导航工，那你的孩子过动了就渐渐会稳下来。再来呢，有没有妖王儿？好，有的有，那你就诵经给妖王儿，他很无奈，他没有路回去，所以他会依附在啊孩子的身上，啊，所有的行为都怪怪的，啊，无所不做，啊，一做呢，让你伤透脑筋，好，啊，有。啊，曾经一位信徒啊，他的儿子啊，原来很乖，彬彬有礼又聪明，读书到三年级了，啊，突然有一天开始不回家，到哪里同学家都找不到，啊，报警都找不到。白天上课就去参加上课了，一下课了就找不到孩子。哦，这个很伤脑筋。爸爸妈妈要等他下课要去接他，啊，他也很清楚爸爸妈妈几点会来，他就提早一个小时来，他就先下课了，就到处跑了。所以弄成他夫妻莫苦奈何，有一天就带来求老祖了，哦，问他说你没有拜祖先哦？他没有嘞，啊，为什么不拜？啊，人家说拜祖先怎么样怎么样，祖先去做神去了，到天国去了。啊，我知啊，你一定去信不同的教，你把祖先白鸭提当最老哦。一个很啦，哦，我听了这位是牧师传教的，啊，让祖先拜一个牌子很迷信啦，啊，哦，所以他就把它拿去丢掉了。你有没有想到丢掉以后？你的孩子是不是变亮了？家小，对啊，丢掉之后差不多半个月左右，孩子就怪怪，讲话怪怪了，啊，就开始不回来了。我讲你的大不孝，啊，你把祖先丢掉了，现在换子女不要你了啦，孩子不要你，作何感想？啊，这位就他说他的祖先已经到天国了，传教者说他到天国了，你有看到吗？他有看到吗？啊，传教者有到天国吗？他有看到你祖先有几位到天国了？好，问了怎么办？你去问你传教者，把你丢掉祖先牌位了，你去问他，我今天没有办法告诉你，因为你有你的宗教信仰，我不要造成宗教的冲突，那我就划不来，也不好。所以回去咯，啊，就去再找叫他把祖先牌位丢掉了那一位传教的。传教的说，啊，那个本命他们说了不算呐，我说了才算。那么这位先生夫妻，那么好了，你说了算了，那我的孩子都不回来，你怎么讲？
你怎么帮我处理？那一刹那传教给他了，傻了，都没有话讲了。哦，我终把祖先你叫我丢掉，我丢掉以后孩子不回来，不回家了。那你帮我求神好了。啊，所以啊，这位夫妻呢，啊，就又回来了，去找孩子找不到。啊，我跟他说，你最好再回到你的祖籍、祖处，过去地公庙过来拜。上帝没有叫人不孝，上帝叫人要随文化来修行。现在问题来了，传教者应该帮你忙，结果莫何奈何，所以。文化道统几千年的文化道统，我们的脑意识里面都已经原来都就存在了啦。啊，所以你回去还是啊，把祖先再请回来供奉祭拜。啊，不急则莫搞，不急就对祖先啊的礼不够。不急就是不够，意志舍利就重新供奉，就是要孝道啊！所以回去喽，我说你赶快回去你的祖处，去从香火顶新阁挂多顿来啊！他就按照我讲了，回去搞把祖先请顿来重新拜。孩子开始稳下来，这个孩子现在大学也毕业了，也在啊某一个科技公司做了非常好的主管，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啊！啊，文化，地球上有多少的文化？你现在当下自己的文化要保持自己的文化。啊，不要说哎呀，我信自己的文化啊，过年过节父母祖先要做祭日要拜很麻烦，我来信什么教什么派的都不必拜。我告诉你，你去去看吧，那里阿爸你就知哦。所以不急着啊，那不够了，我们要好好的重新啊，来忏悔，啊，那你绝对会平安的。所以那对先夫妻呢，开始祭拜祖先之后，啊，一直呢，开始又宣传说，王禅老祖很灵哦，救了他的儿子。我说，上帝托王禅老祖，啊，那来。把这个孩子救回来，啊，那所以皆大圆满嘛，啊，那现在社会上也有这样的太多太多太多的烦恼的人太多了，所以希望各位同修，啊，你们有亲友朋友，啊，若是啊有什么烦恼，孩子过动。啊，或是不回家，啊，或是啊无所不作的，都要去注意到身上有第三只的手，第三个医护灵的问题呀。贤士同修啊，本唯心圣教是为国修道，为民来祈福，为民族列祖列宗圣灵安魂立魄的圆融而修道的，才成立了唯心圣教。
啊，所以我们尊天法子，为国修道，为民祈福，是我们的本分，没有功德可言，是我们的责任与义务啊！啊，曾经有一位我们的老信徒，啊，他很有钱，啊，很有钱的，他对宗教方面的，都好像瞧不起，认为宗教修行人都不好好工作，光在那边要人家拿钱供养他，所以他就很不以为然。有一天，啊，他的孩子的两个儿子突然间晚上起来，大声小声的喊，喊了喊就睡觉了。啊，睡了过了一个小时以后，又起来骂爸爸妈妈，骂阿公，啊，骂一些不入耳的话语。所以这一位有钱人啊，啊，他就感觉很奇怪，啊，经由他的亲朋好友呢，介绍到仙佛寺来，那时候我有给人家在问事嘛，啊，来问事嘞，轮到他的时候，我一直直觉说，先生啊，你的问题很严重，但是也不严重。这位先生很生气的说，你们修道人都在讲模棱两可的话。我说哪里有模棱两可呢？我说很严重，但是不严重。他是不是要钱？我说对了，要钱你就不严重。啊，你不跟你要钱，你就严重了。吼，那个先生更气，啊，连我就准备走了啦。啊，他的老婆给他诱回来。你嘛听师父讲了咧，啊，你嘛再来生气啊，嘿嘿，我你不要气啦，要钱我不是要你的钱啦，我要你的善心。你有钱，在一些救济，冬天到了，冬令救济，你要去做救济，啊，孤苦无依的老人。啊，你送米给他们吃，你的利息的钱还绰绰有余，那你还救你孩子不是救你的啊这个孙子不是更好吗？那有什么修行的事都是要钱，钱花了是你们自己的功德嘞。哦，那一位先生呢？哦，这样哦，我给你都不爱搞，不要爱钱啊！我告诉你，你钱再多，买不了一个平安；你再有钱，也买不了你的孙子的平安。啊，接下来问题会多，不是我在恐吓你。接下来孩子会拿刀杀你们。哦，那时候他的老婆才站出来了，他师父啊，我两个孙子，啊，那一醒起来就一直喊要杀死你们，杀死你们，台戏运呐，啊，那一位先生才说你怎么不讲？我说今天告诉你还来得及啊，一定你有跟人家结恶缘。人家自杀死了，啊，或是你的祖先跟人结恶缘被杀死，你们没有超度，啊，所以他的太太才说了，他的祖先不知道哪一辈，那时候
我们台湾啊都有地方有这个角头，滚台西有角头相拼，哦，都是这样的，所以被杀死了，也杀死人，也被杀了，啊，所以这位先生心服口服了，说，对不起啦，师父啊，啊，我不是要跟你讲安怎，我有无拢不管啦，好，啊，这现在这问题你要解决，不然变成社会问题。赶快去救济，救济如解如后，咦咦诶诶，哦，我讲你来寒山啦，啊，到时阵你的钱你嘛拢无去啦，哎呦，赔都赔袂赴啊啦，所以过犹不及啦，啊，不急着爱报嘛，无做诶，都是爱报啦，义就是补啊，所以回去咯，当时慈济功德会。啊，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。我少年参加慈济功德会，慈济功德会到处在救济，是最好的方法。你去参加去救济，啊，回去了，真的去做很多的救济啊，国外的救济也做了，孩子醒起来了，啊，就没有再发生了。我说没有发生，并不代表以后不发生，欸，你有时间有机会，啊，救济孤苦无依的人，啊，你去救济，这个也无伤大雅，不影响你的生活，啊，所以你们不要啊，啊，以为说，哎呀，我有多少钱就可以保你平安无事啊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同修们，啊，易经的用法过犹不及。不急着我们要去做，不急就是没有做到的，我们要去做，我们来世间上啊，走一趟人生啊。但是我们过去生生世世啊，有的为什么过得那么苦，我鼓励你们多诵经啊，过去生一定欠人很多的债务，这一生来受业报，那业报怎么还你也看不到，发悲心，发大爱心，你诵经，依教奉行，王禅老祖教我们念经，啊，诵经为大众来祈福以外，啊，这些功德回向给你们的列祖列宗，那你们的贵人就有嘛，啊，慢慢的贵人就来，啊，那么，啊，要还过去生的债。不是现在的钱，啊，而是我们要用修行、念经、诵经的功德来回向，啊，做即是不急则易之，啊，不够则就是要我们用诵经、修行，啊，来弥补，则是有利呀，啊，祝福各位。财神到。